小服装店楼上堆货怎么样？啊，看，买卖都到了这一步了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这几天托人找了几户人家，他们都不干。这个女老板贪钱，我答应事成之后给她一大笔小费，她才勉强答应了。你要是不干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嗯，进去看看再说。 好，就在前面。小姐，这件喜不喜欢呢？哦，我不太喜欢这个。哦，不喜欢呢？那好，你拿那件看看。好好好。这件呢，也是今年最流行的。老板娘。哎呦，是武大老板呢。<笑>老板娘，生意怎么样啊？ 那我这上去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杨小姐，还满意吗？行。哎，武老板，可要记住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啊，你放心吧。哎，我可在这儿等你啊。嗯。哎，怎么样？谈成没有？谈成钱没有？ 这个交货地点没问题。敲啥？炫中瓦呢？没工夫理你。大家去分头准备吧，千万不要马虎。听清楚了吗？ 进来。杨小姐，挺准时嘛。我历来就喜欢遵守时间的人，请坐吧。钱呢？哈，来，在这儿呢。站住！ 杨小姐，这钱货不点清就走，这可不是生意人的做法呀。啊，武老板的款
我信得过。别。可你的货，我验过以后才行。你不是看过样品了吗？啊，那我也得看看你的货是不是像样品那样纯。 这什么？说！他妈的！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家伙，用石膏和洗衣粉来骗老子！说！说！你们为什么要拿假货来骗我？啊？为什么要告黑是黑？ 说，是谁指使你干的？嗯，货又不是我的。你以为我武大老板好欺负啊？嗯，吴老板，饶了我吧，你要干什么都行，啊！滚！ 你个烂女人！站住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老板，饶命啊！你饶了我吧！老板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饶了我！你个黄毛丫头，你敢来骗大爷的钱？我不敢！我他妈今天废了你！ 说啊，谁让你干的？是他们让我干的。谁？哎哎哎！站住！站住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啊！把他放了！放了！我们要是不放呢？那，别说我们亏了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 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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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
你把他给我放了，把他给放了，都给我放了。不然我就给他放屎。你敢不敢放人？我就给他咬牙再看看。阿勇，给我来！再敢往前跨一步，老子我就宰了他！年轻人，跟他无关。你把他放了。放了，可以。你现在把我的人放了，保证我们的安全。可以，把他们都放了。哼！哎呦，哎呦，阿荣，月玲，月玲，月玲，受伤了。阿荣啊，赶快送小新去医院，好，把他也送到医院，快点。走，我们没事。快走，我们没事。都快点，快！小云，等等。快上车！没事，这已经真快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烧了吧，不行啊！走。
抢救嫂子，你快去吧！快抢救嫂子，快，抓紧时间！邓娇，所有的罪犯都交给你了，把他们带到局里去。我和伊娜到医院去一下。哦，你们先去吧，我随后就到。他们怎么样了？懒猴徐涛在下面吸眼睛，医生说没事了。那玉玲怎么样了？哎，阿荣啊，别着急，会没事的啊。啊，小姐，不，医生，伤员怎么样了？没有生命危险，只是一般的缝合手术，你放心好了。哎，大夫，伤员好了以后啊。脸上会不会留下疤痕？疤痕是难免的。那位女士还没有醒来，看得出来她长得很美。俗话说，红颜女子多薄命。什么？你不知道情况，少说几句好吗？哼。谁是患者家属？我是大夫。啊，你过来一下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大夫，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吧。这是我的同事。好吧，你爱人长得很漂亮，也许她平时的活动跟漂亮有关，现在她脸上受了伤，对她来讲无疑是沉重的打击。在某种程度上讲，对于年轻漂亮的妇女来说，这不亚于缺胳膊少腿的痛苦啊。也许呢，她以后的性格会有所改变，还担心你会看不起她。我怎么会看不起他呀？他是为了我们，是我害了他。可我们是为了工作呀。是的，你们当警察的失去的太多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能有人理解。我们就知足，谢谢。病人来了，月玲。啊，月玲，他一会儿就会醒过来的，你放心，手术做得很好，没关系。阿荣啊，这段时间呢，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照顾月玲，队里的事儿呢，你就别管了。多多关心他啊。哎，来，白日的罪犯可真歹毒，他们用辣椒面拌石灰粉，这玩意一沾眼睛啊，眼睛就睁不开，直淌眼泪，比催泪弹还厉害啊。哎，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冲洗完好多了，顶多一个礼拜就能出院了。我可告诉你们俩，这在人的身体器官当中啊，眼睛是最娇贵的，容不得半点沙子。你们俩一定好好配合医生，好好治疗，
不然落下后遗症，影响视力不说，落下一对烂眼睛啊，成天的流眼泪，以后让你们连媳妇都找不着。玉娜说的挺有道理的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安心养病啊。兰花，老半天不说话咋的了？有什么想法啊？啊？啥想法也没有，我只是生自己的气。这阵子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一上阵就出事儿，一上阵就出事儿。也许我命里注定，这辈子就不应该当警察。这小子怎么也信起命来了？你平时不是什么都不在乎吗？啊，现在来吃苹果。我是陈国新，谁考我？怎么不搞？搞啊！连夜实习。我说你不光为这事儿急着考我吧？哈，你怎么着？有人跟你讲话？哎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喂，是我，我没事儿。陈队，谁呀？哎，你想是谁呀？保利呗。当，行了，当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注意的。哎，行了，哎，他找我，都是公事儿。对，都是公事儿，我知道是公事儿。公事儿。贩卖假毒品是谁叫你们干的？快说！我不能说。为什么？我说了，他们会杀了我。他们？他们是谁啊？你信不信得过我们的力量？我信。你说了，我们会保护你。你要是不坦白交代，法律是不会饶恕你的。求求你们，别判我死罪，别判我死罪。那只有你自己能挽救自己了。贩卖假毒品的事，是他们雇我们干的。我们几个漂游在社会上，没有工作，也只能靠爬钱打搅。是谁雇你们干的？两个境外人。境外人？他们在哪儿？给了我们一笔钱，又交给我们那些假毒品后就出去了。境外人叫什么名？他们不说，还说不该你们问的就别问，到时候他们会来找我们。如果你们贩卖假毒品搞成了，钱归谁？境外人说了，骗的钱全归我们。哼，新鲜，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你们为什么要到郊外对货？不到郊外不对，态度那么坚决。他们叫我把你骗到郊外。你说的他们指的是谁？说。就是我们一伙了。好，继续说吧。他们躲在草丛树林后，等看清你的前头后就马上动手。怎么个动手法？如果你们的人少，几个人冲上去就是一顿毒打，要是你们反抗就用刀捅，或者用辣椒面拌石灰撒过去，趁你们眼睛疼得厉害的时候抢起钱包就跑。
在小铺子里对货，你们怎么行骗呢？你们不去郊外，只能互相迁就点儿，尽量把事情搞成。我们回去商量过，在私人家对货对我们有利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只要能变得过的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马上提着钱就走，能骗就骗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要是不能骗呢？他们要我跟你混在一起，就是睡觉。想不到你们我知道的，我全都交代完了，你们要保护我呀，不然我出去后只有死路一条。你交代的情况我们还需要核实，但请相信我们说话是算数的。好了，带走吧。是。走吧。月玲，你醒了。月玲，你醒了。我这是在哪儿？月玲，这是在医院呢。医院，我的脸。月玲，不，月玲，我的脸，我的脸，月玲，我要我的脸，月玲，月玲，月玲啊。没事了啊，月玲，月玲，月玲，你骗人，你骗人，我的脸完了，我养我的脸，月玲，我不想活了，你想打就使劲打吧，把那个气发泄出来，你的心里也许会好受些。我恨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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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辈子也不饶你，月玲。我这辈子并不饶你，我恨你。进来。陈队。哟，这么晚还没睡啊？有事吗？陈队，嗯，我总觉得咱们今天审的这个案子是瞎子点灯白费蜡。为啥？你想啊，黄毛一伙是靠贩卖假毒品骗钱，定性啊只能是诈骗罪，而不是贩毒罪。再说，诈骗有没有得逞，也就是说有动机而没结果。最多拘留十五天，咱们就得放人呢。那罪犯对辛月莲行凶呢？凭这一点，咱们也可以给他判刑。嗯。可这又不属于咱们的管辖范围。所以你说，瞎子点灯白费蜡，不是吗？哼，我也这么想过。可是你没听黄毛说吗？是有人指使他们这么干的，给他们提供假毒品，骗来的钱归他们，还要给他们一大笔钱。我想他们背后肯定有个大阴谋，要不谁会这么傻呀？这黄毛
他也没有提供指使人的姓名，只说是境外人。可咱们又不能到境外去破案。唉，这案子再进行下去啊，实在是太难了。哎，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境外人为什么要指使黄毛一伙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呢？会不会有意要干扰我们的缉毒工作？你是说他们在转移我们的视线？嗯，对呀。哎，陈队，嗯，境外贩毒集团派出大批像黄毛之类的假毒贩到我们保红室活动，势必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些人身上，而真正的毒贩子就会乘虚而入。对，这就叫以假乱真，或者说是以假护真，来保护他们真正的贩毒行动。对，我觉得就是这样。当然了，这只是个设想，如果成立的话，咱们继续来破这个案就没什么意义了，反而会误了咱们的大事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咱们建议上级在626行动中加大警力，识别真假毒贩，要区别对待，对那些真毒贩要穷追不舍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向局长汇报。哎，好了。啊，我发现你的性子比我还急，这都后半夜了。明天呢，你去医院看看新月玲，帮助阿荣啊安慰安慰他。我负责向局里长汇报，好吗？好，我走了，赶紧睡吧。国新呐，咱们不是在制定军队的作战方案，咱们是在搞侦查破案，要重调查、重证据，要做大量的艰苦工作，不是在家搞搞分析就把案子破了，这可能吗？谢副局长，我国新呐，你要说什么我知道。境外黑道上那几块料我还不清楚吗？别把他们估计过高了，我没少跟他们打交道。国新呐，你作为缉毒队队长，和毒贩打交道可不能底气不足啊。我不是底气不足啊，我是怕咱们上了境外大毒枭的当，让他们走私贩毒的阴谋得逞。要是那样，大量的毒品流入我国，或经过我国这条通道再流到国外去。这些我们会考虑的。妙局长不在家，局里这摊子呢现在由我负责。我说什么要是你不听，我就不管了。你如果对我有意见，你可以批评我。咱们现在不是在研究工作吗？正是因为在研究工作，我才要对你负责呀。国琴呐，你好好想想，前段在抓捕温老板的行动中沙宣同志牺牲，你有责任吗？后来在追捕坐地虎的行动中，老普受伤，汽车大修，我是真不忍心看你再犯错误啊。人要是不干工作，就什么错都犯不了。人要是干工作，谁也不敢保证这辈子不犯错误。雪玲，雪玲，吃个苹果吧，啊，这个去火。吃个香蕉吧，啊！月玲，别哭了。医生说，老哭对伤口愈合不好。不用你管，不用你管我，反正我已经好不了了。
别哭了。玉玲，别哭了，啊！玉玲，别哭了，啊！玉玲，进来。哟。气还挺大的嘛！玉娜来了。哎呀，阿荣的眼睛也红了，是不是也哭了？哎，是不是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啊？有啥办法？哭了一夜了。哎，你呀，休息休息去，我来替你。去去去去。月玲，吃点东西。云娜，我不想吃。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我要是处在你这种情况下，我也会很伤心的。可是你说光伤心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？所以，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。以后呢，更好的生活。是，这块疤痕呢，是不好看。可你是为了工作，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留下来的。这伤疤，也没什么不好看的。我这个人呢，我也不爱打扮，再说我也没时间。这年轻轻的这张脸吧，就成了黄脸婆了。可我也觉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，没什么不愉快的呀。大不了吧，就是让钱宝喜那号人看着不顺眼呗。他看我不顺眼，我看他还不顺眼呢。月玲，不要再折磨自己了。哎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车到山前必有路。现在我们的医疗技术发达了，我想你这疤痕问题啊，肯定能攻克。你放心吧。玉娜，别哭了。哎，玉娜，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月玲的情况怎么样？嗨，我亲自出马，肯定没问题呀。哎，对。哎，怎么？听说肖父对咱们提出的方案不太同意？对。领导上让我们把假毒品案查个水落石出。哎，那你没有表明你的观点吗？讲了也没用。玉娜，我这么想，咱们采取两条腿走路，用一两个人继续查办此案，抽出大部分警力继续截眼堵流，抓捕真正的毒贩。那以后再遇到贩假毒品的人，我们抓不抓？啊，当然要抓。不过，不要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这上面，要不然我们会上当的。队长，这是新来的通报，你看一下。哈，太好了！你看，这很能说明问题吗？为什么这段时间
贩假毒品的罪犯这么多，这是境外贩毒集团的一个新动向。哎，陈队，这说明咱们分析的没错。没错。嘿，好消息啊，好消息啊。啊，邓教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这个消息啊，你听了一定高兴。什么消息啊？徐涛和懒猴啊，今天下午出院。哎呀，太好了。咱们缉毒大队啊，很久没有搞娱乐活动了，今晚借了个宾馆的地方举行舞会。哎，宝丽啊，你通知各队，叫有家属的把家属也带上。好，太好了。哎，陈队，把小峰也叫来吧，一块热闹热闹。哎呀，算了，还是让他一心学习吧。那给翠翠打个电话。哎，打嘛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怎么扭扭捏捏的？是吧，邓教？对，反正我是通知到了，晚上7点钟啊，我是恭候各位了啊。走吧，走。哎，别忘了打电话啊。请你跳舞。哎，别，今晚呢是欢迎他俩出院，我就不想跳了。哎，你看你，陈队，人玉娜对你一片好心，你别拒绝嘛。哎，快去吧。哎，我说，哎，去吧，过了死亡五秒叫啊。别，玉娜。哎，老同学，咱们俩好久没在一块儿跳舞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在警校上学的时候，每次舞会总少不了咱俩。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都快30的人了，有时候真留恋那段时光。
可惜啊，时光不会倒流，许多事只能是一种遗憾。谁来的？他说他叫周马，说你家有点急事，让你马上回去一趟。好。不知道家里有什么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要不我跟你去？不用了，孩子在哪？哎呀，这孩子我难受、啊、这是咋的了呀？我难受、啊、这孩子，我小峰啊，小峰，你这咋的了呀？你得啥病了呢？那小峰啊，小峰啊，哎呀，小峰啊，你隔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哎呀，这孩子这是咋的了呀？啊、哎呀，小峰啊，小峰，这是咋的了？哎呀，快来看看，国兴呐、啊，这孩子是咋的了呀？啊，给我支烟呐！哎呀，这不想活了，这是咋了？这是啊，哎呀。小峰要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可对不起你妈呀！小峰，小峰啊，小峰，小峰，来起来啊！小峰，小峰，你，哎，你干啥呀？小峰，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你怎么能打他呢？啊，有病啊！难受死了！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给我支烟！他现在难受，给我支烟！你打他有什么用啊？给我支烟！我小峰，不怕不怕啊，不怕。不怕，挺住。小峰，周妈，他最近经常和什么人在一块儿？没人来找他呀。挺住。那外面呢？外面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。听姐姐的，听。只是他不像以前那样放学按时回家，有时候背书包到半夜才回来。好了，谢谢你，周妈，你休息吧。小峰啊。我来招呼他。哎，怎么？顾欣呐，有什么话跟他好好说，你可千万别打他呀。好，我不打他。哎，那我走了啊。好。周妈，您慢点走啊。哎。姐，不要抽烟。挺住，挺住，小峰。难受。小峰，你是不是吸毒了？小峰啊，告诉姐姐，姐姐好为你想办法，啊！小峰，你最近是不是没好好上学？小峰，你哥对你好不好？那你就应该回答你哥问你的话，小峰。小峰，你最近经常跟哪些人在一起？你不说是不是？你不说，哥就无法挽救你，你以后犯了罪，蹲监狱。你可别说哥无情，你可别说哥不救你。小峰啊，富强哥你知道吧？你要不把实话都说出来，富强哥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啊。国兴，别给小峰讲得这么严重。他还是个孩子，会吓坏的。